来，1、2、3。OK，幸好有这个福慧床，平常对我们来讲，可能只是坐着舒服，或者我们在急救的过程当中，让病人可以稍微躺一下。可是，在现在这个节骨眼，反而是成了这个小女生的一个保命床了。整个大小便都在身上，我看他们都很勇敢，都不害怕的，就这样行啊。虽然他们才刚认识慈济，能够做到这样，确实也不简单。今仔日听的道理，甲长有配合无？这叫做思维基因，是不是？咱有依教修行也无？我听了后，咱是不是落实身体力行无？听经是听道理，经者多呀，多者乐呀。信修在佛法，因为你听法了后，你有伫咧身体力行。你若有身体力行啦，那就是修功德，内修外行，甲佛法，咱一一修入咱的内心啦，甲咱呢日常的生活、待人接物，安尼呢一一就是身体力行付出去啦。Tibetan, in my religion, we should keep our long hair. Especially now, I join a Tsuji Foundation. So in a Tsuji Foundation, if I join Tsuji Foundation, and what I feel, you know, it's not good to keep a long hair. That is, you know, I feel that. So I cut myself.对于灾民来讲，可能我们的举手之劳对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是帮助很大或怎么样，可是对我们来讲，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但是呢，真的是我们只要能够说多尽一点点的小小的力量，其实哪怕就是一点点，对他们来讲都是好的。唯有佛法教导咱，开启咱的智慧，人生的方向。看会开，行会通，这个是智慧。智慧呢，开发起来，发菩提明，发菩提，大德度心。因为咱的心真德，咱无弯弯曲曲，咱呢专心一致，就是要到菩萨道。虔诚的心，奉持佛所教法，这么简单，会大得度心。We have free camps. We provide medicine, we provide care, but we don't provide hope. In fact, that's a very big difference.除了说带动病人，带动这个医师方面，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做得更温馨，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关爱，我们的用心。迄个个性啊，好难开发，佛法如涌泉，不断不断，佛法啦浮现，待人接物等等啊。都有方法，道法。